我已经千刀万剐，这下真的千刀万剐了。罗志强抛出政党轮替大联盟计划，遭疑同时押宝侯友宜、柯文哲，备受各界抨击。48小时内先取消记者会，又发文致歉，计划喊卡。罗志强道歉声明写道，本次总统大选不再倡议政党轮替大联盟，暂停所有政论节目，不接受媒体访问，而包含王浅秋、韩国瑜都留言送暖，初衷良善，可惜如此发展。也有人认为忠言逆耳，国民党若政党利益大于国家利益，只好改投柯P。这个事情他已经踩刹车了，我们就尊重。罗志强强硬作派，传出国民党北市党部要记党纪处分，而立委费鸿泰更说重话，这样的联盟不就是跳船了？国民党翻船，那个人也会翻船，连自己人都看不下去。罗志强出师不利，也让对手苗博雅捡到枪。他组这个轮替大联盟3分钟热度，其实我不意外，他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来跟柯文哲示好，那苗博雅呢会组成大安立委轮替大联盟来等罗志强。苗博雅开酸罗志强趁柯文哲自救，结果徐巧芯跳出来呛瞎苗博雅，加入民进党民主大联盟才是趁赖清德自救，还呛苗博雅干脆准备200万自己提10位不分区立委候选人。一出道就立刻加入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党中国国民党，那现在呢还要来对小党如何生存来做指导，我觉得真的蛮奇怪，就不要靠国民党了，那干脆自己组一个小党。而徐巧芯则避不出面，透过脸书在呛苗博雅骗人，但已经转移话题讨论 face。 随着投票日越来越近，选战也越打越热。谢谢黄晨博从台北报道。